你们两个背对干嘛？还有理事长，苏文斌，好，这样子没关系。马博伟，就我们有单客就好了。来，一起看一下中间，看一下中间这一排，好不好？看一下中间，一起看哦。谢谢。来，下面这边，下面。好，我们看右边。中间。来看一下这里啊，这一排。好，这边一下，麻烦，谢谢，这里，谢谢。还有左边，来中间，这里，好，再来一次哦，中间，最后一张，我们看中间，来，中间，谢谢，好，谢谢我们的六位，谢谢，还有我们今天最后一张，我们谢谢六位，我们到右手边休息一下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请我们的 coasers 好不好？我们的五位 coasers 直接到前面。我们有我们的武生，我们的猎人，还有我们的秘术师，野蛮人，还有我们的兵，对 ，OK， 好，来摆个 pose， 来看一下中间哦，一起看中间，来看一下那个，好，再看一次哦，中间，好，我们先看中间。好，我们现在好，谢谢。我们补右手边，好吧？我们补右手边。好，放这边，谢谢。好，我们现在补左手边，我们看这边，好不好？大家往这边。这边一张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记者会呢就到一个段落了。我们今天谢谢我们的媒体朋友们，我们的摄影大哥，我们谢谢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在里面呢，我们的制作人，我们的董事总经理呢，我们还是做我们的联访，所以假如有媒体朋友们要做联访的话，我们可以直接回到我们的 Brown Sugar 里面，我们在舞台前方会做我们的媒体的这个联访。那我知道有一些我们的媒体朋友们呢，要直接到我们的微秀的这个远传的这个旗舰店，我们今天马上要开始。